坐车好久哦，真忝哦。阿妈，那你身体有没有好一点？有啦，阿妈看到你哦，身体都好啊。你休息一下啦，我去拿那个仙草茶给你喝。哎，不要啦，阿妈坐下，我想要你陪我聊天。好啊。哎，怎么没有看到阿公？他还在种田哦。无啊啦，你会大啦，看不起啊。两年前哦，他就把那个田产哦给隔壁邻居去做了啦。阿公哦，我们去找这阿水伯开讲啊，应该要回来了。小林，阿公，你回来了。但是回来哈，怎么没有叫我去载你呢？哎呦，阿公，我才不想你来载我，你每次都那么早到车站，阿你我会很舍不得呢。我是去聊什么啊？哦，是安尼啦，咱市政府啊有通知啦，讲咱庄内啦要进行开发啦，而且听讲是要去什么高中啦，啊，而且用什么区段征收的方式来办理啦。不过，小林，你伫大学敢有学过这区段征收吗？公，我跟你讲，我就是读地政系的，专门在读这个的啦。阿公，那我们的土地有没有在那个征收范围内啊？有哦，那就是啊，为什么我跟阿水伯跟在厝边啊，在讨论这个区段征收的问题啦？咱市政府啊是有发什么问卷调查表，跟他资料啦，给咱看。不过有看，拢看无啊。而且你阿水伯啊，一听到什么田地被征收，哦，气个安尼，饭都吃袂落去啊，欸哎呦，阿公，我跟你讲，你先别急着生气。现在政府的征收土地有分为两种，一种是一般征收，一种是区段征收。那一般征收的话，它可以拿回现金；区段征收的话，你可以选择要拿回现金，还是要拿土地作为补偿。领回土地哦，哪一种可以领回多少土地啊？阿公，我跟你讲哦，是可以领回盖房子的那种土地，但不一定是农地。因为现在的住宅区还有商业区，他们的地价都比农地还要高，还蛮多的。跟你们说，领回土地的比例叫做底价地比例，是由政府来决定，不可以少于40%，然后再由那个比例跟区段征收后的地价来决定每一个地主可以领回多少的土地。因为商业区的地价比住宅区还要贵，所以如果我们选择住宅区的话，就可以领到比商业区还要多一点的地。那这样子的话，就表示每个人领到的地其实不太一样哦。可是吼，目前农地的公告限值都很低呢，那以后哈被征收可以领到多少钱回来哈？那如果说土地分配哈，我们又可以领多少土地啊？哎，阿内干美猴啊！阿妈，我跟你讲，现在征收土地的话是用市价，不是用公告限值。虽然说是用市价，不过我认为领回土地其实对地主靠武力呢。而且政府办理区段征收，就是要让地主可以领回建地。领回建地后，我们一样可以住在这边啊。而且区段征收开发完成之后，我们就会有完善的公共设施，还会有优美的居住环境。重点是地价还会上涨哦，所以有很多很多的好处啦。这其实才是区段征收的本意哦。可是啊，这边想要继续种田呢，进产几十年啊，没产，你知要创啥才好？阿公，我跟你讲，现在区段征收政府有了新的规定，如果你想要继续种田的话，其实可以请政府规划农业使用的土地，那这样子的话就不用全部都拿建地啦。真的？哦，那我赶快告诉阿水伯啦，我到时候一操完到白吃白困了。啊，对啦。哈。哎，听讲吼，村长伯的厝哦。买规划进那个区段征收范围内呢？嘿啊，哎，干美好拆掉啊？不用担心，如果是区段征收范围内的房子，只要是合法，而且没有妨碍都市计划的规划，那一样是可以保留下来的哦。啊，不过村长伯他家好像是很早以前盖的，你可以叫他去查一下，看有没有符合规定，或者是房子有没有合法，因为这样子的话，补偿标准会不太一样。家仔，你回来啊！你阿妈拢是讲啊，我收听你啊。啊，今麦我未讲啊，哈。啊对啊，后礼拜三我们市政府说什么开什么都市计划说明会啦，你陪我去听好不好？好啊，这样子我就可以跟妈妈讲说我要住到下礼拜嘞。啊，赞赞赞！你看，阿公哦，我要替你去订啊啦。